那这一家呢是由百万网红所开的饮料店，南部第一家分店呢，昨天是在高雄开张，就吸引了超多粉丝前来朝圣，排队人龙呢绵延了好几百公尺长。除了想要尝鲜看看，也是想看看网红的庐山真面目。排队人潮从饮料店开始一路蔓延，转进巷弄，人潮继续排，遇到路口还会先让路。这条人龙九弯十八拐，有好几百公尺长，全都是为了一杯饮料。冰冻草莓加牛奶打成冰沙，还有奶霜系列饮品都是店内主打，南部消费者早就引颈期待。我觉得他们就觉得哦，还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饮料，就酸酸甜甜的，他们家用料也蛮实在。这家百万 YouTuber 开设的饮料店，十八号这一天在高雄开设南部第一家分店，不少粉丝一早就来排队，为了尝鲜，更为了一睹网红庐山真面目。中部跟北部也非常多人，但是我觉得南部更多一点。是。没有网红名人加持，嘉义市这家饮料店靠着口味取胜，一年四季生意抢抢棍，很多都是来自外地的观光客，尤其只要是大热天，店门前都是大排长龙。是从那个台中来的，他因为之前就有朋友来买过这一间，然后觉得很好喝，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喝酸类的饮品。高雄这家水果冰以超大分量闻名全台，小冰山各类水果层层叠叠，爽口清凉的冰品是最好的消暑美食。哦，很舒服，非常舒服，那个什么，整个暑气都消掉了。天气越来越热，冰品饮料又进入战国时代，网红也看准南部商机，抢尽插旗。记者杨宗明，高雄报道。